喜剧，谢谢。各位中医自然疗法，各位专家学者，各位医师，真的非常荣幸能够聆听到各位的研究以及一些发现跟行医治疗的一些成就。我觉得在整个两岸还有全球呢，经济大家都有在生活提升的时候呢，对生命价值的追求啊，大家就更重视，而大家以后经济能力更好呢，希望能够长命百岁啊，这个希望也就越来越有可能。而透过各位呢，从自然疗法，从养生，从各种的医术的一个心得来分享呢，我觉得对人类是很大的贡献。所以我说今天来聆听好多这个医师、好多研究者的发现啊，我都觉得非常敬佩。我也觉得你们的成就就是让整个人类生命呢在创造新的里程，非常感动，也非常感佩。祝福各位的研究能够继续把它发扬光大，让传统中医这个中华文化的精髓呢能够在全世界啊，包括西医界呢也都对我们能够给予肯定跟接纳。祝福大家，也感谢大家，谢谢。谢谢吴先部长对我们那么多从远道而来的朋友们的美丽。好，接下来呢，我们就先颁发论文集的部分啊。论文集的部分，好，唱了名字的呢，麻烦到前面来，我们请吴清基部长来帮我们来颁奖。范艳琼，前面的颁奖典礼，我转动一下。江佩文，陈秋荣，刘宪平，好，林克燕，灯光没有了，林克燕有来吗？宋和全，张成亮，李一鸣，钟怡珍，周家元辉，林秋桐，董延林，好，钟怡珍有来吗？有啊。后边的延不提上去。恭请我们吴前部长来颁发这个奖项。可不可以打开这一个幕？打开这一个幕。幕拉起来了。哎，高，把这一个拉起来行吗？那个主控的，把这个荧幕拉上去，麻烦一下。谢谢。放你那边走了。拿给你。你走那边过去。对不起。
好，非常谢谢，谢谢吴前部长。哦，刚才那个我们的兄弟姐妹来自中国的，所以一定也要跟部长一起拍个照。他说刚才我们拿的论文证都没有跟部长拍，部长你不能偏心。来来，我们现在有之前拿到论文奖的，跟我们的前部长拍照。我们教育部长在大陆可是抢的人很多，我每次跟他出门都哇很高规格接待。哎，不是，不能一个一个拍，全部集体拍好不好？现在没时间，就接他颁奖了，来集体拍。我想来方便，等以后可以。集体拍，集体拍，哎，全部集体拍，部长，部长，来集体拍，哎。这我们的杨主编，这都是他带来的。哎，你们怎么把证书都搞成这个样子的？哎呦，你们真是，真是很生气。好 ，OK 了哈，来，你们尽量往里面站，这样。然后接着我们等一下要颁什么奖？来，前面的不好意思，颁什么奖？姐姐，那个会正义的姐姐，走这边。好，我先预告一下，等一下要颁。全球中药“一带一路”的奖项啊！等一下，受奖者第一位是王荣耀，王荣耀，来，那个高记者，你来麻烦过来这边唱名好了，来，部长请回坐一下。不要让部长太累，来。嗯，待会又撞班了。打过去。好，第一个是王荣耀、陈秋荣两位。全球中医药“一带一路”的成就传承奖。对，然后来，我们请部长再移驾到舞台正中央，不好意思。赖美惠理事长要往这边站，还有跟部长一起颁发奖项。帮我拿一下，帮我拿，保管一下哈。的受奖者，好，第二个受奖者也是两个嘛，对不对？好，刘慧芳、李一敏。好，啊，刚刚就颁一个啊，对不起。好，陈秋荣，陈秋荣已经颁过了。你刚才前面那个王荣耀，王荣耀没来吗？王荣耀，好，那不管。好，考虑一下。王荣耀颁了第二位，第二位。陈秋荣刚刚才颁成功了，陈秋荣没颁。哎，那是不是名字看一下？孩子没来哦，那颁错了，来，你的奖项拿错了，没关系，换一下。拿错了，没关系，事后这个没有名字，没关系，换一下，先拍出来，先给他第三个。好。好，第三个，刘慧芳。等一下。还有奖杯。奖杯没有名字、啊。他的那个部分先到时候再换，你现在刚先处理这个。这个你先把东西拿。
样，对不对？内容不一样。李一鸣，然后他是九龙斋食品有限公司，他这一次赞助我们大会，农历功勋奖的每个人都有送他们家的礼物。来，来，这是他的礼物。好，看这边，来，一二三。好，熊富林。好，谢谢。好，谢天秀。给农青呢？啊？快点一下。农青。那个谁带领一下？谁可以带领？给农青。给农青忙了去。给农青呢？谢天秀老师来了。王慧珍老师做准备，王慧珍老师。陈正林老师做准备，陈正林。林建新老师做准备，林建新主任。龚亚平老师做准备。董延龄老师在吗？董延龄老师做准备。董延龄老师做准备。蔡望林老师做准备。
北京我办了一个中国龙脊汤，你得蔡望林老师在北京办成立一个研究院了。好，赖会长，赖美惠会长，赖美惠坐准备。下面有请赖美惠新的会长杨建宇教授。坐准备。下面我两个老师叫啊，两个的叫。请来这边拿盒子，那个是琉璃，还有你们的那个奖牌哈，一人一份的哈。杨建宇教授，杨建宇教授是我的师兄，来，热烈掌声！你们的掌声都不够热情哎，因为每个人上台都要稍微掌声一下嘛，对，不管是不是自己得嘛，要为别人荣耀嘛。请刘建秋、范刚金老师做准备。刘建秋、范刚金卓越成就奖。沈丽。沈丽。钢筋老师在吗？沈丽老师做准备。黄森老师在吗？做准备。请林秋红老师在吗？做准备，做准备。我们这个刀疗的达人，有兴趣的可以跟他学，这个是他的大功，你看。是天津中医师的哈，中医大学哈。
请陈黄周老师做准备。林美芳老师做准备。林美芳老师在吗？请杨晶老师做准备。来，掌声鼓励。杨晶老师，我现在要请我们的国医大师也要上台一下，跟他们拍一下照。你看，这个我现在是他的经纪人。